就是防止这个，因为我们太极要跟摔跤要跟什么都有区别，摔跤是抓住之后要下腕，所以你抓住对方后分警告，王牌警告，像足球一样王牌警告，这不能抓不能打。哎，趁着你今天身体不好，所以我拿几个时间，不好意思。刚才结果有，我看刚才那个王老师有他有一个示范是擒拿，擒拿的不允许，这是不允许的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们说你这个都有的，我们都不允许。我们以最不伤害身体，又能够斗智斗勇的技巧来跟年轻人对抗。好，谢谢您的耐心解读。